我叫王东啊，是北京东方杨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大概期有31年了。这个牛肉我不是上次说咱们都变成卤的以后然后切丁吗？烧的不是，烧的也得改啊，也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。我们这个企业呀，从这个97年创办，就一开始叫杨洋小吃，也是从小到大一个过程，随着我的这个对中国饮食烹饪理解，对我自己对社会的一种责任，我觉得我才改名叫中国饭，做中国自己的有特色的就是快餐。这是我们煮的这个卤拌吊的高汤啊，吊的高汤，哎，杨洋的馄饨，全是我们拿这个骨棒自己吊的汤。建立来以后呢，我们开始卖大众喜欢的包子、油条、豆浆，然后呢各种的快餐小吃，包括我们这个早餐工程。那时候还没有早餐工程，从那时候开始就是1块钱一根油条，我们油条从来没有复杂过，我就坚持1块钱一根油条，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就将近15年。1块钱一个鸡蛋，1块钱一碗粥。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成就了我们这杨洋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什么，是叫1+1=2。我们不想就说我们靠这个挣多少钱，当时我想什么呀，1块钱吃饱饭挺好的一件事。大酱经济实惠，饭特别的好吃，早晨能吃一个比较健康的早点，能补充一上午的能量吧。每天咱们店使用的油面粉都是新进的货，需要新鲜的食材给提供给顾客。我想呢，我们永远不会涨价，我认为你一定要回归社会，回归政府，那你一定把这补运用到对这个惠民工程上去，对老百姓的一种支持，一种健康早餐的理念。我们企业啊当时还是有民族感的，并没有说我们为了一个利润来追求这个行业的最大值，我们是为了传承，为了一种民族感。不能让洋快餐不是洋早餐把我们中国的胃口变软了，我们还是亚洲人，我们还是中国人，所以说我想用我们这个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快餐模式和早餐模式。你说老百姓这么支持你，你怎么办？最后我们想的一件事就是说50年不变100年不变，坚持是胜利的唯一标准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